考完大家午安。接下来吼，我建议咱心静自然凉吼。这几天吼，读得侪迄个法律的课程啊，啊，雄雄来读这个药师方面的吼。其实我有一个目的啦，因为大家对药啊可能有某种的不了解。啊，为啥咱台湾人会洗身洗哇，全世界第一名呢？啊，那地下电台介绍药啊，为啥遐侪人去注文？啊，到底这个当局啦，咱这个流氓政府吼，啊，常常咧选举的时阵啊，要爱选票，啊，再来要去扫荡迄地下电台，哇、哦，我感觉这真无理由的咧。啊，要维护咱台湾人的健康哦，唔是讲选举尔，你要爱票，其实爱票就是爱因的权利尔，因无咧爱恁的人，爱恁的心呐、啊，特别爱你的，看你有啥物好处嘛。那你也无利用的价值，就甲你摊到边啊。但是咱台湾民众唔是安尼哦。我的宗旨哦，是为百姓设想哦。你啊，旁家一半一半好好的，要治理咱台湾这个一半一半的政策，就是这个菜。啊，这个菜爱适合咱台湾食的菜。啊，要转来讲啊，这个菜正经无好，咱搁转来搁来研究，啊，炒较好的菜，啊，正经适合咱台湾人来吸收啦。好，啊、我来是讲啦，台湾嘛是长期嘛，就是安尼啊，食毒药啦，啊，是不是爱戒毒？啊，是咪鬼看咧就惊着着，啊，中啥你家己嘛唔知影，搁在为因来讲话，哦，你个记个歹道吼，掠去搁要，等到要甲因，替因啊替因来算迄个钞票安尼敢着？你都唔知影讲你正经你即卖你个位置伫啥？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是这里的主人呢，但是伊甲你看干努力。啊！你要直接这清楚，你即马吼，哎、啊，位在哪里？唔是虚拟世界哦。哦，你虚拟世界，你摸的拢是假啊，但是你甲当作真的呢。迄中华民国伊就是虚拟世界，但是咱台湾民众就是要甲你跳脱，互你现实实实在在，你台湾人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的地位是啥？好、哦，换出你就是内心的东西啦，正确的历史定位啦，啊，甲法理地位。要甲你救回来，甲你魂救回来嘛。所以我讲这个话题吼，有足侪迄个目的个啦。啊，主要是讲咱台湾民政府哦，就是要接近款，都爱知影管理方式。所以吼、哦，除了我讲迄药师教学方面呢，我嘛去讲这个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会牵涉一寡吼、哦，啊，迄个管理的这底线。啊，虽然讲管理吼、哦，唔是讲我一讲就才讲完，我一节课就讲好啊，是讲慢慢堆积起来，大家嘛爱去。看书，啊来看有，会跟人学习，吼，啊是讲有图书会，啊是讲听人演讲，啊家己慢慢累积家己的实力，吼，啊你要知影讲啊，那么一个位，啊咱要来爱来管理，哦，至少你要有概念，啊你要那做出来，吼，啊当然啦，迄药师教好我咪讲迄个药啊方面 ，medication safety 就是安全，用药啊安全，啊甲你讲吼，阮药师的即个药界内面爱。服务大家，迄个内容是啥？阿妈要甲大家讲吼，就是迄个 medication safety 啊，甲 pharmaceutical care 吼。啊，这就是我甲大家讲的，迄就是咱日常比较，就是咱今麦台湾法律的地位。吼，甲大家讲啊吼，爱戒毒，啊你有身边无？你有身边啊？你讲，哎呀，我都无介意中华民国，但是我过来感觉因遐体制生活啊，我感觉我着了病我。病这重的啊，到底有人会使治我的病无？啊，再来同款嘛，你是毋是去鬼看你就惊？感觉为因来数钞票，你歹人啊为他们数钞票啊，你叫掠去关起来，你讲啊因是好的，啊你唔感觉足奇怪？所以咱台湾人是爱觉醒，咱日常比较就是爱人觉醒起来。哦，原来台湾就是安尼哦，原来如此哦，啊长期是安那甲人欺骗的吼。啊，我咱是啊，那为什么吼？咱台湾吼会甲日本？有关系啊？为啥个会使到朝鲜知影嘛？就是即马韩国啊，韩国是南韩啊，甲迄个即马讲北朝鲜啊，应该讲他们是朝鲜共和国啊，南韩就是大韩民国嘛。为啥甲你迄个朝鲜有迄牵涉啊？啊，就当然哈、啊，迄日本就是甲朝鲜吼古早以来就有接触，但是朝鲜吼内边有一个叫做迄、那个，因有一个叫做李世应这个人吼，伊就讲吼。掠准恁家，因哪因国家啦，拢甲日本人掠准啦。恁若有哦，敢有交涉吼，一路要甲恁判死刑啦。所以对
日本是有排斥的嘛，啊，人日本一个军舰，当然下来海域测量嘛，啊，你就讲讲，啊，你讲讲，人日本干咩要和你讲，啊，都修正起来，啊，修正起来，你知影，朝鲜就是一定怕输的嘛，啊，日本怕呀，啊，来定一个迄个江华的条约，啊，是讲吼，你有啥物迄个经济方面的，你就是爱对日本啊，爱就是爱履行伊的贸易上的迄个权利嘛。啊！但是中国啊，伊嘛是看讲，哎呀，安奈咧教我唱迄个朝鲜嘛。啊，因早期嘛是讲有定一个迄个日本甲大清帝讲吼，定一个迄个天津条约咯，讲哦，俩阵朝鲜吼，因内部啊是讲发生点代志，你也通知我，你通知我，啊，我通知你安尼。但是因两个人究竟也是瞧袂好，啊，伫咧即个1894年的7月25日吼，啊，因内部佫发生一个迄个乱呐，吼！爱到点么遐吼，即个风岛的海战就两国咧争起来啦。啊，争起来就是爆发迄个港澳战争。港澳战争，你来看嘛，1894年8月1日，啊，开始两国宣战。宣战了后嘛，你大家来看嘛，这8月1日吼，啊，甲迄个隔年吼，1895年4月17日，你看，敢那差无几个月吼，你看人拍赢。迄、那个大清帝国，伊买遮侪船只哦，北洋舰队，大家印象当中有读到这段历史了。啊，买遮侪只，啊，人讲大家咯，国际咧看讲日本有怕输的，万一百外只的咧，啊，日本安尼，说说啊，还是免咱讲怕呀。但是我咧讲怕呀，怕呀了后，就是挂迄个台湾甲平湖，吼，和迄个。那个日本天皇，即都当外国会秀出吼，迄个条约的内容吼。啊，就1895年5月8日，啊，就下关条约就生效。这吼，我都当我个一件一件吼，时代个放我大家看吼。啊，伫1895年领有台湾了后，伊冇做建设哦。啊，但是坦白讲啊，因吼啊有台湾了后，感觉讲台湾那是讲敢那风高野外，拢是塘呢，啊，佫无甚物水，啊，田拢断去呢。啊，为甚大清帝国那挂这种台湾互人？啊，阁奇怪，阁六个迄个汉人的屯垦区，迄、那个三分之二吼，迄是人迄高山厝的土地呢。竟然人的土地，你连同台湾啊，甲平湖挂予日本，日本烫手山芋呢。你台湾无共建设一个完整的台湾呢？塞德克巴莱就是日本去建立一个完整的迄个台湾主权，因为迄阵甲三分之二啊，大清帝国挂三分之一。之一和迄个大清帝国三分之一是迄个日本征服了迄个高沙族，才建制一个完整的迄个台湾的主权。吼、哦、啊，有两派嘛，啊，其中一派讲吼啊，迄、那个荒郊野外啊，买啊，佮即还的佮三分之一，佮毋是迄、那个因咧台就经过台湾的嘛，啊，无你甲规个台湾卖掉安尼啦。但是因两派咧想争了啦。啊，是决定吼，要甲好好台湾治理吼，无要卖有啥物法国人，还是其他你的强哦，吼。这都当我一只只讲吼，安尼来看，唔是讲你领有台湾，拢甲放伫遐，要甲剥削，又建设，啊，个皇民化，啊，个实行迄个民治宪法。安尼来看，即国际化来看，伊这早就是伊个日本袂使分割的土地啊，啊，唔是殖民地。啊！即卖中国人甲讲你是殖民地，正经咧殖民咱台湾的是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你看，伊啦，我感觉中国人真奇怪，想要甲你考起来叫中国人，但是佫无善待你们中国人，伊就袂要甲你通敌呢，要爱你的后厝呢。你不觉得这逻辑很奇怪吗？你要我台湾人成为中国人，但是你无甲因所谓迄个外省人，按即卖是讲外国人啦，安尼平等来看待。你唔感觉因即奇怪？因中国人的思考诶，即奇怪。历代嘛，伊看因诶历代迄个朝代嘛，一代搁一代叫消灭去，搁新的一代搁起来搁消灭去。为虾米？因得了政权了的时阵哦，就是无咧个爱惜啊，而且内部搁酝酿一寡反对的迄个力量起来，啊起来搁甲你消灭。因搁起来，这权力较好诶哦，很甜头对无？我搁会再甲你通知，我搁会再爱你好处。下晡搁一个一寡酝酿出来，要甲推翻出来。你甲看因历代拢是安尼，对不對？上面都中国人，因的迄个领导人啊，心术不正吼，永远这个都是无解，拢是赶快啦，换掉代啦。大家来拭目以待，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因阿伯会安怎吼。
吼，咱来看吼，1895年4月17日签的这个《下关条约》，大家来看，这内容就是讲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甲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就是天皇吼，日本天皇 Emperor of Japan， 大家甲这个吼 keyword 甲记起来。迄日本天皇伊的英文就是 Emperor of Japan， 吼，这最重要的吼，在条约当中吼。秘书长有讲啦，日本分作三个迄个阶层嘛，一个是迄个 emperor， 就是 of 迄个 Japan， 啊，一个是日本政府 Japanese government， 啊，一个是日本的迄个人民嘛，百姓嘛，因为三种无同款的迄个阶层吼，啊，大家爱记起来，啊是挂啥物吼，大家来看一下，吼，这意思讲，因为日本战败嘛，啊一寡好处还有分了迄个中国人嘛，啊这是咧讲因的迄个。奉天吼，迄个下开这个所在有啥物好处？安怎给因的中国人嘛？吼，哦，应该是讲吼，我应该我指正一下吼，伊是讲哦，让我美国人吼，甲迄个下开这奉天的所在，让我迄个日本人啦，因为挂这天下关条约是讲，甲除了甲迄个台湾吼，甲平和挂吼迄个。大日本帝国的迄个天皇吼，啊，因为这好处吼，就是迄要挂让迄个日本人，吼，这是下关条约吼。来，咱来看这个吼，挂是挂到台湾全岛，甲伊的附属的迄个岛屿，啊，甲这个平湖，啊，因这是有一个迄个英国的迄个格兰尼治，这个地球的所在吼，啊，有一个东京城，啊，迄个西京这个角度吼。啊，来讲，咱领有台湾吼，啊，是毋是甲你当作安尼囥啊边啊外管？造户口，造户口，你知影是为大日本帝国开始甲咱造户口的哦，毋是大清帝国哦。大清帝国是212年吼统治咱台湾，啊，来甲你统治啦，啊，拢咧战乱，吼，啊，请问敢有做造户口对咱台湾人有无？你讲汉人遐六个所在屯垦区有无？无，造户口的是日本。这造户口的意思是讲，定你一个人活一个世间，你的身份呢？伊把你当作是你的人民，啊，把你当作你家己是土家的，把你当作家是平等的，把你造户口，肯定你这个人的存在。啊，大日本帝国，伊安尼一条一条来，先把你知影讲，恁这个台湾人至少即马是到底带偌济人？啊，一个把迄个先把你造户口，把你清清楚楚。啊，过来，你看哦，1905年，过第一次哦，台湾第一次全国，台湾的全岛，包括澎湖，迄个户口普查，啊、知影讲你台湾人到底需求是啥，偌济人，啊，咩，伊啊咩，为安尼开始来建设啦，吼、哦，啊，内面记录的大家拢知影啦，娶某生囝啦，是讲你有迄犯罪啦，吼、哦，啊是迄个博迄鸦片吼，这种有记录。吼，清清楚楚了解你这个人活在世间，你为倒来？哎，这大宫殿，你莫讲当这不是啥呢？这无所谓呢。哎，这好，你查下讲你在外口发生代志，会再找到你这种人呢？啊，你这个人无去，你无去甲报，人嘛是讲你这个人呢，啥啊平白无故不见了，要甲你找出来，这个是很大的功德哦。啊，别莫看这理所当然吼。啊，咱过来讲，迄迦南大尊1900年。1920年吼，你甲看嘛，伊这拢是伊迄印度的这个伊做的，啊，这个是迄个巴田羽衣嘛，真伟大的。咱若讲无做这个迦南大尊，你像讲台湾敢有通好米通食？你知影土地拢顶壳壳哦，拢鼻气呢，大壳壳呢，还佫生芒虫哦，无水哦。啊，你若无讲做这个工程来讲，你是要种啥物？你米嘛无啦，啊，水果嘛无，还佫其他的拢做无嘞。所以你敢讲这是毋是佫较大的宫殿？啊！伊吼，伊这支流嘛，贯穿啊，全部吼，拢1000多公里。你讲迄支流甲主干吼，拢甲倒起来。哎，你知影无位置？台南嘉义啊，甲云林这所在，你知这工程差10年的工程，甲做完。吼，你看，灌溉这侪门，迄个农田吼，啊比迄个接起佫比迄个万里长城佫较长。但是你知影，咱的迄个迦南大尊是要甲台湾当作你是我的兄弟姊妹。啊，那因的万里长城哦，是要甲迄个因迄个什么
抵御外侮嘛，啊，甲隔离嘛，跟人跟人之间隔离嘛，啊，这唔是啊，这是人甲人之间，日本人甲台湾人莫做伙，所以我感觉吼，你也读到这历史吼，造户口啦，啊，甲这个江南大尊，你有感觉讲吼，人哪有可能甲你当作殖民地？殖民地敢袂去做这個？殖民地意思是啥？就是要伫你的好处嘛。伊大家拢听的数是讲，种什么水果、香蕉啊，摕转因迄日本去卖，啊，害你经济利益哦，日本人赚。但是我来讲，你倘好种这个迄个水果甲迄个香蕉啥物，啊，你也无江南大尊，你嘛种会起來？迄土地拢打起，你是要种啥？伊就改你历史，改你扭曲，正经事实的书唔跟你讲。我讲要吞打恁台湾人，甲你当作是殖民地。我咧讲人安尼吼，要哪开遐五千万的迄个日票去做这个江南大尊？五千万的日票是偌济，你知无？讲了几年前，啊，我是讲大家正经爱知影这个历史啦。啊，讲吼，伫咧1935年10月10号啊，超迄个一个月时间吼，伫咧你知影这个所在是多一个所在无？这个是即马叫做新公园，伫咧迄个咱伫咧馆前路台湾博物馆嘛。你看人家建筑物即马都，甲即马吼，你看迄是日本人做的哦，唔是迄中国人中华民国做的哦。你看人穿的衫，你看西装啦，啊无就是迄个洋装啦，啊你看迄帽啊，遮新式的你看，吼啊大家拢有笑容，你看已经遮进步呀呢。啊你看哦，这个建筑物哦，吼你看这建筑物拢遮新的哦，吼啊你看啊侪人去佚佗，啊你若讲生活无稳定，你要去佚佗创啥？啊你讲安尼甲你殖民，安尼够成殖民？咱看的殖民是安怎殖民，啊就是苦工嘛。所以大家要历史要遮清楚的吼，去判断事实，唔是讲人讲，啊摕一个假的迄个相片，甲你讲啊这是迄个中国人做的。啊日本人迄阵你看已经遮进步的啊，好大家来看嘛，啊佮有彩色的要互你看嘛，因为这是黑白的嘛，彩色佮较明啦。所以大家要一个概念，或者咱个史政40周年，你家己去看嘛，因个历史内面。人就是遐尼进步啊，讲地理台湾就遮尼进步啊吼。啊，过来，伊嘛是讲吼，我要甲你台湾当作是我的一部分，安尼是毋是？你就是爱，即个皇民化，伊皇民化毋是讲甲一工尔，因有酝酿哦，为1895年开始就咧做啊，吼，好，安尼做，慢慢互迄个台湾人才接受日本对因的教育甲因的统治嘛，一点慢慢来互人接受，你毋是讲像迄中国人。是啊，之间咧要甲你变作中国人，还无同款哦。你看，拢尊重你哦，因拢有一层一层安尼来做哦，吼啊。正式是为1937年4月1号开始皇民化，啊，就是你也是讲要做日本人，你就留在日本的。那除非做中国人哦，啊，请你就登记迄个中国。啊，是啦，有一挂人登记中国，啊，但是因啊，无几年就搁转来啊。啊，无几年回来要做日本人，那么是接受对无？吼，啊，就改日本姓啦吼。这个时间吼，大家要记起来。吼，1937年4月1号，吼，连要考军校的这拢会考啦吼。啊，过来讲吼，啊，这嘛是爱记起来吼。1945年4月1号，迄个明治宪法，这个明治天皇，吼，伊只伟大哦。啊，伊个日本建设只进步的啦吼。啊，伊的宪法吼，你看吼，日本变只强对。啊，是毋是伊也实行在咱台湾就变较好个，对无？你看嘛，已经甲你讲嘛，台湾已经有迄个参政权嘛。伊即马甲你写安尼，啊个参政权，吼，帝国议会选咱迄个民意代表啊去开会，啊看有啥物好个政策来治理台湾，吼。这毋是殖民地，这已经是不可分割个即个日本诶土地，吼。啊，过来，啊，为啥咱跟美国阁有高高低？啊，就是因为啦。在1941年哦，就是太平洋战争嘛，太平洋在迄个亚洲的战争，就是迄中国战区，啊，甲迄个太平洋战区，中国战区就是中国甲迄个日本。啊，若讲太平洋战争是我是感觉讲应该较认真去甲中国去作战啦。啊，但是因为吼，为虾米要拍美国啦，啊，佫共偷袭哦，那是因为吼早期美国吼看到迄日本愈来愈强，啊，就把伊迄石油甲禁起来，吼，啊，伊在迄个。伊迄个财产对无，存的迄个在银行的财产，阿嘛甲冻结。啊，日本人哦，即气的就是啊，讲我另外叫你台死，吼，我嘛无互你饲啊下骹，我就袂甲你投降就是啊。
啊，可能啊，因为政策有当时的想法啦。啊，再来讲，你发动这个珍珠港这个战争吼，啊，美国人都嘛唔甘愿，哦，你甲我抬，安尼我要甲你宣战哦。啊，再来，但是吼，日本这个迄、那个民族性是极强的啦。我讲过啊嘛，我都袂让你吃落去，我都另外我好我七百，我嘛袂讲我要投降，吼啊。啊，真到后边吼，就讲啊，你这日本人，我也无甲你从两粒迄个关注炸掉。我看你，你太你牛吼，这战争就永远都袂煞，伊要较紧煞。啊，等两个迄个原子炸弹都带伫日本嘛。啊，日本天皇讲啊，惨啊，你也无讲紧投降哦，啊，无讲日本可能亡国啦，啊，都投降啊。我搁要甲你讲一下，就介绍，等下过来讲吼。1945年九月二号，迄、那个麦帅嘛，麦克阿瑟啦，吼、哦，伊就发布一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哦，叫迄蒋介石啊来台湾，迄、那个大占领嘛，你家看，十月二号了，叫伊来占领台湾啊。我跟你讲哦，是占领台湾哦，带日军、带美军来，就应该说带美军接收台湾这个占领地方。啊，因为美军去占领迄个琉球，伊亲自去占领琉球，叫蒋介石来占领咱台湾，你知道吗？在日本的土地吼，弹两个日本炸两粒啦，迄、那个原子炸弹。但是弹么咱台湾，弹啥？弹一粒只大粒的石头，叫做蒋介石吼，蒋介石。安尼嘞，人迄个啦，原子炸弹所造成的破坏吼，可能你20-30年就 OK 了。啊，你蒋介石造成的破坏，你怎啊就70年啊？啊你！你看造成的破坏是安那破坏？你脑筋叫生脑，迄物件掉咧内面呢？啊！你所做的代志，啊，甲你的行为举止，拢是中国人迄种教育方法。请问这是余毒？这是毋是一种迫害？到即阵，为什么遮济人伫台湾人，佮遮尼济人唔相信咱台湾民政府，唔相信，佮要相信迄中国人迄套？为甚物唔觉醒？我想袂晓，因为甚物？迄、那个中国化的教育啊，甲管理。弄掉在里面啊，迄就是虾米？那边两个，诶，日本的倒在日本的迄个原子炸弹更加恐怖。大家来看嘛。甲大家讲吼，1937年4月1号黄明化对不？已经哈侪年，互你一个种酝酿，啊，搁哈两年互你考虑。但是你看哦，伊大占领甲怎嘛？短，你看嘛，有3个月无？无呢？马上就叫你做中国人，我甲你讲啊嘛，爱你做中国人，佫无甲你爱惜呢。爱是爱你的啥物件？就爱你即马剩余价值是啥嘛？啊，伊个民政元素甲你讲，佫是我的嘛，台湾朋友嘛，讲甚物光复觉得便利的嘛，啊，你变中国人嘛，啊，你是我的人民嘛，啊，我就甲你，你物件是财产，我就捏手的嘛。啊，伊敢有善待你？他要你当中国人，不善待你？啊，你讲这种政权，敢会长久？啊！因迄边的中国人政治嘛，真可怜的啦。吼、哦，你看长期因的影响是安怎对待因的迄个因的百姓？伊嘛爱你的物件，但是无要爱护你。哦，大家爱觉醒哦，免讲你即马人迄中华民国给你什么好处？几个月给你偌济万，你就行到你就哇，你就好啊！啊，你也变成钱奴，你知道？那苦苦也袂使给你买收的呢。啊，我讲台湾民政府是袂贪污的哦。你要看遐济钱哦，若想要贪污哦，我看你哦，就一条路通好行啦。哦，阮拢是共款，就是讲得清楚的啊，贪官污吏啊，就是枪毙。哦，咱是甲中国社会绝对无共款的哦，爱切割。哦，你讲大占领吼，大概这个时间嘛是爱甲记起来吼。1945年10月25号是大占领，唔是台湾光复节，我当然过来讲吼。啊，伊在1946年迄阵有一个壁纸嘛，啊，甲1949年只差要3年嘛，可能啦，我感觉啦，因吼。在甲阿强咧修正迄阵吼，因知伊要输啊啦，先甲迄个1:1对无？你甲看嘛，迄股台表现换做即种个台湾银行券，啊，再来因要输啊，要败啊对无？因为1949年10月1号咯，叫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对无？伊就甲你一箍吼，伊即卖要变成一个新台币，甲你股台币，甲你40000来换一箍。我看安尼有熊无？迄阵个台票40000呢？啊！你雄雄，我加载万贯，即摆我雄雄剩2-3千块。啊，这个差价，这个是上摕去扣，这个好处，中国人啊，你家看，你个换出来唔就愈大，所以我感觉真的蛮可恶的啦。
真的把台湾人当作中国人吗？你凭什么叫我当中国人啊？你是怎么糟蹋我的？你若讲收着，你的逻辑来看下，你有感觉你是这硬的啦。啊，为啥个还袂觉醒？大家来吃是有咧觉醒啦，因为要上课，要了解真理，要了解事实是啥。我爸爸阁叫人骗去啊，结果我要醒起来，是毋是？即卖要决定咱台湾的地位是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嘛？吼，伊在1951年9月8号有51个国家签署哦。啊，过来4月同年迄、那个过年迄、那个。1952年4月28日，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来生效。吼、哦，即个吼、哦、重要的即个时间吼、哦，请大家记起来。啊，那要读你即马迄本的新台湾文学较好读啦。吼、哦，啊，咱个配合迄个法律，啊，甲迄个历史，你有感觉吼、哦，原来即个时间是发生啥物，啊，甲倒起来，你有较好读吼、哦。啊，即旧金山和平条约吼，伊讲嘛，即、這个有听讲啦。讲吼，啊，要台湾的政策有法律来巩固，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台湾管理下是这个流氓政府，啊，这流氓政府早晚要甲赶走吼。啊，即马因过个，啊，未赶走伊进前，这个就是这个法律嘛。啊，咱台湾民政府就是伫美国所占领的所在的人民吼组成的政府叫做民政府，啊，咱台湾叫做台湾民政府。啊，咱是嘛是巩固旧金山和平条约，但是吼。甲即马，咱林博士带领咱去告美国，即马安尼才开始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啊，较早是呢，台湾人咱叫啊日本迄个好啊，甲咱治理啊，叫迄个中国人平白无故接受台湾这么好的土地甲资源，啊，咱台湾公公啊，对，敢那一个公牛啦，啊，佫袂较青牛啦，啊，佫互人家利用啦，啊，吞打啦。吼、哦，啊！我即马先来讲开罗会议吼，咱、哦、先为一个表来看吼、哦。大家知影开罗会议嘛？就是1943年12月1号，啊，迄、那个，即、這个吼代表讲伫咧战争的时阵的会议嘛，迄阵搁咧战争对无？啊，因为蒋介石吼，坦白讲，伊无认真咧作战呐。啊，连因即两个人是讲啊，蒋介石无认真咧作战，啊，无咱甲考起来，甲一个，互一个叫甜头啦，吼、哦。啊，来即个开罗的所在咧开一个会议，你大家来看嘛。这个会议里面的内容，你讲伊的条例的事吼，再看起来，就甲迄个条约是无共款的，伊是会议的声明尔，吼、哦，我对外声明宣称，吼、哦，唔是条约的这种规格吼、哦，大家看一下，啊，咱啊甲内面一个重点吼，甲考出来，这个一个图较好，甲大家解说吼，因伊在讲。啊！恁在开罗会议就讲要台湾要给我地平我要给我中华民国，不是安尼讲？啊，已经回光复节啊！啊，咱是不是爱来了解伊是安那谎言面那戳破对不？大家来看嘛。伊这意思是讲吼，在1914年吼，这个日本吼在太平洋需要窃据啦，还是窃据，还是讲占领的那个小岛哦，拢爱偷偷出来。在1914年之底。一处世界大战时间对不？即阵的时间，吼、哦，啊，即卖伊来讲啦 ，Japan has stolen， 就是讲日本为较早偷摕的物件，吼、哦，拢爱偷出来，啊，偷啥物？伊讲即个就是迄个满洲嘛，吼、哦，啊，伊讲佛摩萨迄阵是台湾嘛，三分之一的所在啦，唔是三分，唔是经过台湾哦，啊，个骗我嘛，吼、哦，啊，大家接触别来看。啊！明明你讲1914年，你奈个国去爱去讲到迄个港澳战争迄、那个下关条约，你明明就讲了这个时间嘛，为什么国去讲迄个较早迄个时间？你即马是二次大战，你也要讲，你要给你讲啊！1914年，吼！啊！你即马二次大战，你去甲讲50年前的代志要创啥？啊！你这个会议就是，要怎讲？这個、会议都无迄个正当性啊！你知无？啊！讲你讲偷摕，啊！要哪偷摕？下官调用，咪甲你写，甲都有看到无？白纸写乌哩，下官调内容是啥？啊！你正是签的物件，你哪会甲讲伊是偷摕？啊！是土地是迄物件是咩哪偷摕？你也无签一个合约是咩哪偷摕啦？对无？啊！就是占领，强甲你占领嘛！啊！人通好，让你随便占领中国的，迄阵的叫做迄大清帝国，迄个台湾，迄、那个台殖民地嘛？无可能啊！你要有一个合约。啊，来界定清楚，啊，看啥利益是你的，啊，这个你应该分到，一个不应该得到，吼，这种写遮清楚的嘛，吼，啊，再来讲，一个是
迄、那个明治典法啦，伊是不可分割的，即、這个土地是袂使讲哦，并白无过互别人的，殖民地才可以割让哦，吼。啊，为什么你讲凊彩讲你我要我讲要害你？啊，大家坦白来讲啦，即个为啥毋是叫做条约？条约啊，要讲挂念吼，应该叫 set to， 啊，也是讲返还还的意思。他们不是一个手续哦，条约才是一个要一个手续割让的意思 ，set to， 哎，伊讲迄个 restore 的，还，但是我不大家讲吼，我甲都讲过啊，迄阵的台湾甲迄个三分之六个迄个汉人的迄个屯垦区哦，啊三分之一是高沙族，啊迄阵的台湾甲即马迄阵日本所建构的完整的迄个台湾主权够共款，啊是咩海鲜啦？我无还我还你三分之一好不好？啊咩啊还？这个感觉无道理，是不是？吼、哦，啊个，这根本就是咧欺人，迄个蒋介石啦，应该当作报啦，讲啊，这就是讲你要给我，你啊，正经要给你，你要条约列，给你列举好就好啊。啊，你讲正经要给你，为啥旧金山和平条约唔讲我给你中华民国？这一不是1952年4月28号，哎、啊，这1943年对不？啊，正经讲要给你啦，啊，你为啥不会当面遐讲我清楚，讲我给你？我感觉奇怪，咱也要了解台湾阿伯正正确确的迄个法律地位。我跟你讲，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所以恁这拢是咧讲妄噶，大概伊拢讲这啦，哎呀，什么开罗会议啦、波茨坦啦，已经讲没有理啊。伊拢无要讲迄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先要好理，为啥只拢唔讲好清楚？讲我好理？啊，拢甲你骗呢？实在的物件唔甲你讲，啊，讲哎，妄噶的物件，你即个开罗会议在作战的时候，你们三国在那边你情我愿，啊，人家有那么多国嘞，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多少国参与？啊，恁三个人哦，那屁事密谈，讲啊，我这地给你，啊，我迄地给你，啊，你啊，我有什么好处？啊，你讲合理，当然嘛无合理，那会使提这个开罗会议来乌白骗人，对不？吼、哦，所以大家安尼了解一下，你就知影讲哦，原来开罗会议是安尼，伊内部是啥吼、哦？啊，伊嘛是刚讲啦，在1945年吼，讲、哦、啦，我依据迄个开罗会议，啊，讲日本家会使本州啦吼，诶、哦，北海道本州四国加迄个九州嘛，啊，变成讲台湾啊，伊迄个琉球啦，冇少互美国去占领，啊。有啦，麦帅嘛，你在讲麦帅命令第一号嘛，伊讲哦，蒋介石嘛，吼，伊去接受迄个台湾嘛，佛摩萨啊，加迄个北越，大家知影北越的故事无？北越迄阵嘛是叫迄个蒋介石卢汉叫伊去带占领迄个北越嘛，啊，迄阵出了一个胡志明，因哦嘛是要甲迄个越南哦，因的物资啊，吼，甲因的好的物件吼，啊，甲送给因中国，甲因迄个。国共去内战嘛，支持国共内战，这侪人支持因的啦，支持迄个蒋介石嘛。但是蒋介石就很无能啦，坦白讲啦，啊，你嘛去甲台湾、甲迄个越南，啊，个人迄美国因拢支持你去拍共产党，啊，你嘛赶快拍输啊。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什么拍输呢？除了讲共产党吼，在二次大战嘛，还有迄个苏联嘛，吼啊，关东迄个所在兵器也拢互交迄个。那个延安呢，那个毛泽东的，吼，因拥有这样的武器，强大的武器之外，表示讲，那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吼，第二因内部因的人民，中国人民吼，恨透了啦，莫讲啦，伊是迄阵安那吞打因中国人，伊失去民心呢，你知伊咧拍呀拍输吼，你的软体啊，你内在软体很重要，不是只有那种枪炮弹药呢啊。你是怎么失去民心？然后为什么要支持共产党，不爱支持你国民党？你想清楚为什么？过来，咱今麦台湾人，为什么咱今麦台湾人无爱要去做中国人？怎么国民党咧吞打咱台湾人？啊，今麦民进党嘛有样学样啦。坦白讲啦，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吼，都是中国人的体制啊。所以你慢慢讲哦，你民进党，你就要为咱台湾人，迄是你爱你的权甲任尔。大概哎，这清楚呀！你失去民心吼，你就等于零了。你早晚看透了，看透你这个的政权嘛。啊，所以我搞都要讲啦，要把迄个蒋介石赶走嘛，因为吞打迄个越南对不？赶那物资运去他们中国去打内战嘛。结果迄人家越南西边200万人呢，胡志明讲啊，这个无甲赶走袂使，
伊就紧拜托迄法国人讲，我甲你订条约，你甲酒家就赶走。酒家就唔是讲啊，我占领完了，我自己摸摸屁股，我自己走呢。拜托的，伊哪有可能家己要家己要走？还是因为法国人甲讲酒家就讲啊，无你放弃迄、那个，我甲你放弃迄个不平等条约啦，啊无你走，我这越南我家己要来通知。伊真要走的呢，啊无伊哪有可能我平白无故我有一个土地让我占领，为什么我不占领？所以这历史大家敢知道？这不是伊甘愿要占领的呢，迄要走的呢，迄是因为迄个胡志明这个翘翘的人，你讲伊也唔走，你看啊来代占领了西面200万人，啊你讲长期占领嘞，啊让你看让伊来占领让台湾，让台湾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欢迎祖国回归哦，尤其是那些政治人物哦，所以大家要想看卖，为什么迄个长期吼台湾人？叫迄中国教育洗脑啦！50年，日本甲咱的迄个教育，唔是迄个荼毒的，也不是那种威权的。伊讲你去了解恁中国的历史，吼，你判断你要做中国人无？结果这50年了后，你也是一大堆人要做中国人。啊，你欢迎祖国回归的下场是什么？就是变成我们后代这些台湾人的子孙，必须要这么努力，赶快。拜托你，美国人再回来占领台湾，赶快还我！迄个台湾人在日本天皇，我台湾人能够自治，你还我的自由，是不是？为什么后代子孙要那么辛苦？原来你都恁较早恁祖先是讲欢迎祖国回归啊，啊，无必甲强烈去甲美国抗议啊！而且好在啦，现在啊，2009年我们告赢了，所以他唐欧那有这种的，起码有人酸点的，为啥？现在又在外面的台湾人，为什么又叫门闭住？我就跟你说，中国教育都洗脑的教育，这恐怖的就是了。那你又不说，跳出来那个框框，那个虚拟实际，你赶快来起来说新话啦，说哪有可能，那些诈骗集团。你拜托你有地位去解判一个事件，它为什么会这样，啊，演成什么，它的意义代表是什么，啊，人再去追寻它的真理是多，这才是健康，人头壳爱思想的物件，吼！啊，我讲这个日本导航，这重要的哦。你我都跟我讲嘛 ，Emperor of the Japan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那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去签这个受降。这就是我跟我讲三个该知嘛，啊，还有一个是日本人民嘛，吼。这就跟你明明白讲，这无同款。啊，讲导航是导航啥？是我你讲哦，唔是。迄、那个联合国最高统帅委托军事战管性质哦，唔是代表讲吼，我去接受你，日本去接受你迄个蒋介石的，你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投降，伊是统帅，我是一个元帅，吼，啊你来，因为伊是同盟国嘛，啊从同盟国都有他的位置嘛，有同盟国迄个元帅。他向你受降，不是中华民国，不是政府，所以你一直说啊，我打败日本，啊我打败日本嘛，啊日本受降嘛，啊是向我蒋介石投降嘛，啊你们要跟我蒋介石身份一下，啊请讲身份哦，也是统帅身份，同盟国统帅身份，不是伊讲中华民国的政府的总统的身份，大家要想清楚哦。所以根本就不是日本战败嘛！你中国，你蒋介石跑到那个重庆不哪边躲起来，你就是大半的那些华南、华中，那拢叫变成已经日本拢拥有啊！伊要拥有你的物件，那有可能会战败？那就是因为美国加入这个同盟会，啊，是咪怕赢同盟国啦？啊，你怕赢了？啊！你这个沾了美国的光嘛？你看是自己的能力吗？啊！你自己有那么大能力打败这么伟大日本？为什么你没有打败日本那个？那个中国那个延安？你有在掉？你怕日本？日本敢会输啥？日本搁比苏联搁较厉害嘞？啊！为什么你讲你外高都外高？你为啥？好啦，无你为啥你共产党你怕袂赢？啊！你讲你怕赢你日本人？哎，这逻辑大家想看卖，有想过这个逻辑过无？啊，表示你的民心嘛，你民心向背嘛。你较早恁中华民国迄个国民党是安那吞打嘛，吞打恁中国人，
所以我感觉中国人当中国人很悲哀哦。大家要当中国人吗？想不清楚，咱决定咱要做什么人，咱家己心内才清楚的。因为因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是心术不正，啊，咱要跟心术不正的人做伙。啊，你知道下场是什么吗？对不？反过来讲吼，这是咱在官网顶头吼第三个公布的迄个秘密档案。我甲内边的迄个结构吼，甲大家讲一下。伊人已经遮清楚，美国拢一层一层咧做，吼，啊，大家再去官网去甲点出来看哈。啊，其中吼做一个结论吼，就我甲大家讲哦，1945年是什么，就是什么日子？咱阿拜即个爱来纪念，不是光复节，是迄个军事占领。啊，若讲光复节啊，什么叫光复？大家知影无？就是讲吼，你吼家己的力量去甲对方打败了后，订交条约，讲你较爱所在爱害我，这毋叫光复对无？啊，坦白讲，即、這个俩准就该就打日本，啊，是毋是应该订条约？应该订条约。啊，伊台面敢有啥讲没有？台湾没有，伊即个要还害中国人？古今算和平条约是，迄、那個、美国是迄主要占领国，是伊拍赢的嘛？啊，是伊来拜克阿瑟嘛，伊就叫蒋介石嘛来代占领。啊，你是予人派去代占领？啊，若准你派你赢，是你家己免叫啥人，万免予大家命令你对无？你大摇大摆我就去台湾，日本你就要过来跟我参拜，你就是要来跟我受降。我讲需要搁听美国啥物麦克哈瑟，啊，都唔是你拍赢的嘛，还是美国拍赢日本嘛？伊才有迄个权利，讲伊要安尼做嘛？伊甲你代战了，啊，要甲你台湾先啊，讲光复节，我就奇怪。啊，这土地也唔是，这日本也唔是拍赢，你要光复啥？啊，无美国人是冤大头哦，我替你中国人打仗，我还把台湾硬互你赔哦。啊，无你立马甲我讲，你调油，你旧金山调油，你晓清楚啊嘛无啊？啊，所以这个逻辑来判断是伤一个嘛，对不？卖讲人讲，讲教育甲你洗脑，你都哦，对对对哦，哦，伟大的祖国。啊，过来，伊有讲过啊嘛 ，USMG 大家看这个 mark 嘛，就是讲美国是咱即嘛，因为日本打败，啊，迄阵台湾是日本的土地，是日本的臣民啦。还是大日本帝国嘛，啊，伊来占领台湾嘛，啊，所以变成讲以前美国军事政府嘛，美国军事政府就是要在那个我们被占领的人民组成一个政府叫民政府，好，啊，那台湾就台湾民政府，啊，我们台湾民政府是被美国军事政府管辖，啊，我们的直属长官的是一个美国军事政府，啊，跟中华民国这流氓政府完全无关系吼，吼，啊，就介就请问。伊家已经讲主从的关系，跟你讲，主要应该讲主要占领国跟次要占领国，伊应该是讲，你是予我委托你来占领的，吼，唔是讲你是已经拥有台湾，你讲要迄个光复台湾，啊，你拥有台湾这个土地主权啊，唔是哦，伊是主要跟代理的关系，啊，我甲多少讲主从哦，这跟主从无关系，我甲多少讲的，主的是咱老百姓。迄个美国军事政府啊，让啊是从就是随从了，就是台湾民政府，这是主从关系，叫对咱有下吼，吼，咱台湾美国军事政府跟咱台湾民就是从属嘛，就是伊是老板啊，我是迄、那个我是随从啊，因吼台湾迄个军事政府跟敌边呢，因的是代理关系，主要占领跟次要占领，哈，大概有安尼有清楚无？吼、哦，啊，这已经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吼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4月28日就是已经生效啊，吼、哦，这是就军事占领。大家讲啊，到底当时要结束，但是结束这种的是这大学问呐、啊，啊，但是目前又还是军事占领，所以大家要清楚一下。啊，他们什么叫中华台北？应该大家。即几天有听课，够有人会上甲我讲中华台北是虾米意思无？嘿，就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一个 ROC 是 Republic of China 嘛，
伊就是流亡政府，吼，吼，已经 exile 了，流亡了，流亡在台湾的哪里？台北，吼，这就是甲你讲，明明白白，甲你讲啊，较清楚诶，吼，啊，即卖伫你东皇已经流亡嘛，啊，就变成爱用台湾关系法我讲诶嘛，啊，伊是即卖变成讲，伊要走啊嘛，啊，你目前伊即个所在，伊来治理。啊！后摆人伊吼，要结束伫台湾迄个军事占领了后，啊，把即个交接甲迄个美国的军事政府，吼，啊交接，啊，咱台民政府甲过来，甲美国的军事政府交接，啊，咱甲台湾，咱伫台湾即个民政府甲即个迄个流氓中华民国是无交接的，甲因无关系吼。啊，那旧金山和平两会这三项，请大家搁记起来，吼。啊，这 Japan the answer all right title and current to Formosa and Paris Corey 的这就是平和。啊，你大家要看嘛 ，Japan， 你这 Japan 的意思，迄阵都是 Japanese government， 是大日本帝国嘛？迄 Japan， 啊，这内边并无讲 Emperor， 伊啊 Emperor， 伊也讲 Emperor 嘛，所以这是日本政府放弃，放弃多三项，就是讲 all right 是讲，在迄个日本天皇拥有台湾这个主权之下嘛，日本。因为爱去治理这个所有的这个主权的这个义务，哎，也是应该主权的迄个权力给放弃，吼。啊，个这个台体就是讲吼，我拥有台湾这个名义吼，给放弃。那啊，这个可能就是讲吼，我拥有台湾，要对我要宣称出去，要讲台湾是我的啊，这个给放弃，吼。啊，这三项就是叫做。把台湾这个管辖权、领土的管辖权放弃，但是这内面拢无讲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的意思。啊，有清楚无？啊，为啥要放弃？就表示拥有对无？啊，拥有，你若讲要台湾，要讲，你讲中华民国，讲我台湾已经挂互你，你嘛要写清楚啊！啊，挂互啥人啊？啊，挂啥物件互你啊？这无啥伊讲放弃尔，日本政府放弃尔，对无？嗯，有遮清楚无？啊，过来。这是二 B 嘛吼，啊四 B 吼是讲美国的军事政府对台湾朋友有处分权甲支配权。你看吼美国军事政府哦，但是伊大占领了后咧，甲咱台湾啥物哦，拢硬去配，啥物拢占领，接受日产啊国营事业，伊拢家己来冲。你讲伊即个甲你讲好，你有修法无？你大人占领咱台湾，大美国占领台湾，你有修法无？你甲台湾物甲朋友啥物物件拢抽干、竖干哦？八八八！你国民党的党产为什么那么多？你是绕跑的政权哎，流亡的政权，你哪里那么那么多钱？你讲西带黄金哦，我跟你讲啊，还一两年都用了了啊！啊，你是安那去贪你的迄个东山？那侬台湾人的民脂民膏呢？咱台湾人的钱呢？有收到？啊，不会是安那偷的？我做工厂拢爱抠抠啊！啊，过来。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国，23A，就根据这個，吼，啊，伊家己叫蒋介石来代占领嘛，吼，甲拄仔讲过啊，叫代理关系嘛，吼，啊，咱台湾民政府是伊老板嘛，美国军事政府老板，啊，咱是随从，咱个甲迄个军事政府美国啊来瞧一下，吼，咱要安那治理咱台湾，吼，这嘛咱爱甲伊瞧较好的关系，吼，这嘛是要有一个外交的迄个好的。迄个关系的稳重吼，你知道台湾关系法就是为中美中啦，即、這個、中就是流亡的中华民国啦，共同防御而来的啦，吼，啊因国会通过嘛，啊追溯到1979年1月1号，4月10号通过嘛，啊这是台湾关系法嘛，啊你们过来讲美日安保条约，你早早就订立了对不？今嘛迄个奥巴马对我讲啦，讲美日安保条约吼涵盖尖阁群岛。我就是钓鱼台了哈，伊要再钓就讲出来，但是我相信中午几竿也讲出来，美日安保条约涵盖台湾澎湖、南海那个地方都是涵盖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国啊，共产党伊讲南海什么拢伊的，伊的你甲讲摕只证据来，大家要知道哦，你说你的哦，你讲你这间厝是我的，你要摕你的所有权出来，请问你阿公会摕出你所有权出来啊？你大家拢讲你的自古以来，你是要自我追古啦？你是要追溯我古？啊，不，你要追溯，你去追溯人类的祖先，搁较古好不好？
你不要再讲一套那个洗脑的那一套了，你要有一个时间性，还有要有条约，要有法律。你不要说自古，我就讨厌他们讲自古。哎，自古以来，台湾澎湖就是中国的。啊，你自古以来是咪大咩讲大蒙古帝国的？对啊，啊你中国咪大蒙古帝国哎。啊，请你把你的土地还给蒙古帝国好不好？要不要叫他们还啊？没有，你要讲求证据，讲求条约嘛，讲求事实，讲求历史因素嘛。你袂使讲我家己讲了就家己对嘛，对无吼？大概了解一下。啊，我要这个，我要讲这个，就是讲咱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啊。啊，秘书长嘛是讲啊，咱一层一层来，即马唔是拢咧讲议员啊，加迄个阁员拢爱来上课，那么要了解，免那咧运作，吼。啊，欢迎大家吼，先把这个新台湾论好好甲读，吼。啊，希望大家过来迄个国际班来上班，哎，来上课。啊，上课了吼，要上班无遐紧啦吼。上课吼了后，咱过来罚你点招，罚你点招，过来职务点招。过来，你想要爱多一个工课？啊，工课唔是讲我得到工课就好啊，你过爱管理哦，吼。你唔是讲我来上班咧，你就是要像中国人迄款的翘脚链追求无？你做官哦，你中国人拢讲做官啦吼，咱嘛习惯讲做官啦。其实我咧讲哦，做官是咧做代志哦。你看后尾哦，人诶是安那，我倒当来讲一下吼。诶，倒当阁有一张吼，好对啦，这张吼。迄个来中国诶，迄个官场诶文化就是讲哦，啊，我是恁诶爸母，我衣食父母，你都爱互我考啊，无是你爱甲我巴结，还是看哎，你要对我安怎？哎，有好处无？因中国人是安尼吞待因中国诶，因中国做官诶人是安尼吞待因中国人呢？啊，咱那会使学伊款，所以话你讲，咱做官就是咧做代志，人喺后面是安那，你知无？你是咧公仆，我现在讲公仆，你就是咧做代志，你为我来做代志，我感觉你不好，你给我下台。你他们下台都也很甘心情愿下台啦。啊，你看中国人是安那下台，死都不愿意下台。你看为你政策的道歉啊，是讲负责，不好呢？一个比一个面皮较厚啦，坦白讲啦，咱也做无好，咱 T 恤机啊，要来做一个客吼，光明磊落。我有才调做啥物客，咱就来做迄个客。人无才调，咱请有才调的人来做。吼，咱爱新陈代谢，爱训练优秀的人出来。啊，伊有即个才情，即、這个才调，咱互伊做，啊，搁咱搁甲帮助。啊，你近期你有在努力拍拼，人个目睭拢会看清只清楚的。要甲你抱起来，咱毋是要甲优秀的人压制落去，咱咪是要甲优秀的人，吼，抬起来，啊，来领导人伊即卖即个管理的所在。啊，你讲你有努力，绝对甲你提升起来。这是一个健全的，吼，迄个拔擢升迁的制度吼，绝对毋是暗地里我跟你是我裙带关系，你是我姐姐的谁谁谁，吼，我给你这个机会，那不是完全照公平制度来。完全照你的能力，我是感觉应该是安尼，建立好的制度啦。所以哦，我嘛唔惊讲什么媒体啊，啥物甲我告啦。哦，你讲我做无好，你提出证据，我说服我下来。啊，我证据我无能力，我就下来，我就不过是下来而已嘛。啊，你是媒体也是别人要甲攻击，你要奈我何？我就下来嘛，我又不为名，不为利。我敢为公，我活的时候，我能够为台湾做什么事？那我袂当做，我都落来啊！因为每个人吼，殉难当中啦，人生的一切啦，都要归于平静。迄是讲你的 ending， 你的平静甲早来尔。啊，早来你嘛是爱家己，去想讲你阿伯退休生活安怎过，拢爱计划。你光明磊落，你行人敢安怎甲你舞，对不？吼，咱来讲这啦吼，讲啊，新台湾论这个训练，大家已经爱清楚，因为你接一个为人会甲你挑战嘛。啊，无你凭啥要比我较悬？来凭这凭我这个立小米奖，我一个发力，我单单这个就比你强啦，至少强你60-70%啦。那我的专业头脑我也不会比你差啦。我凭什么不能坐这个位置？对不？啊，但是大家爱我你讲哦，我甲各种三支剑哦，这个迄个立小米奖是迄个发力的一个剑，啊，佮迄个咱的专业是一个剑，啊，佮一个咱是。你袂使贪污诶，青年，吼，不能够对钱利益吼看得重，
啊，你若要看中我，我你也拜托你莫做官啦，因为惊讲你有贪念上来了，你就会去享受一个好的物件，啊，你用抓到，你就判死刑嘞，这个就是划不来。吼，啊，三支那个利剑哦，放在身上，啊，你若讲在倒一个公司啊，都倒一个亏，还是倒一个所在吼，伊要甲你变哦，你无通甲你变啦。我甲讲，你要你自己有自己好嘛？我刚说过了嘛。你就是有能力，你能做你就做啊！你真的不行你就下来，这没什么嘛，有什么好丢脸的？就下来而已嘛。啊，为什么咱到中国人迄面皮是无同款嘞？吼、哦，我咧讲，大家爱清楚吼、哦。啊，我来讲这个黑人的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啦，有三段吼、哦。我顶一届拢讲第一段，后来讲第二段，第一段就是讲吼，迄个白人的迄个囡仔嘛，伊妈妈佮带咧过。迄、那个街路要砸迄个计程车啦，啊，就迄个计程车司机就载嘛，啊，迄囡仔嘛，幼囡仔都毋捌看过黑人，啊，就甲伊妈妈讲，妈妈，啊，这个黑人吼，哎、欸，那你这样黑是毋是是歹人，所以是面是黑的？嘿、欸，妈妈，迄、那个黑人在边啊，就是讲，哦，真歹势，伊叫我囡仔讲安尼吼，伊这面也毋知要挖几多吼，但是伊妈妈较有智慧，伊妈妈讲吼，啊，你看咱后花园吼，咱个花园吼，拢。种遮侪迄个花呢，啊，遮水个，佮五彩缤纷呢，啊，请问因的字是毋拢乌的？所以我甲大家讲吼，你看表面的物件，无一定是正确，你要看伊生出来物件，对这个社会贡献，对这个世界贡献，迄个是重要的哦。所以，咱即马台湾人的教育是啥？爱有判断的智慧，爱教甲人盘乱，安尼迄种智慧，吼，爱累积过来。啊，过来讲第二段。啊，当然，这个黑人的计程车司机吼，有一个后生嘛，吼、哦、啊，伊在有一个公园，有一个白人嘛，但伊吼，他们做小生意嘛，啊，心情也无好，生意无好，伊拢放起气球，好啊，放气球就色彩对无？啊，这个黑人的迄、那个囡仔就讲，啊，叔叔，啊，为啥你放的拢是迄、那个，唔是红色的，啊，无是青色，啊，是白，迄、那个白色的啦，啊，为啥拢无放迄黑色的？啊，你知影伊迄个少年人安怎讲？人迄种民主的素养，甲人讲出来话，拢，甲人一般咱台湾人讲的，咱拢无共款哦。因讲出来是讲啥？弟弟，我咧讲吼，啊，这个气球会飞起来，唔是讲伊外口的色彩呢，是伊内面的物件呢。请问来气球内面底啥？飞起来迄个空气对无？对无？啊，你人囡仔无迄个气球，无。无迄个气，爱心安尼飞起来，所以咱头脑吼，表示讲咱头脑无物件吼。啊，你外口有啥物好诶？你坐做烟斗，坐做官，请问迄有好无？但爱去想一下。啊，我主要要来讲的是迄、那个，你知影无？咱即卖迄个美国军事占领，迄、那个人是啥人？美国总统对无？啊，请问美国总统伊叫啥物名？啊，奥巴马是毋黑人？啊！人黑人敢会输白人？你再甲看嘛！你历代所有的迄个美国总统，都一个人比奥巴马搁较优秀。那奥巴马要出来解决咱台湾的问题，要恢复咱台湾正常的国际地位，咱甲奥巴马拍一波啊，好不好？对不？咱爱鼓励正经有能力的来处理这个代志的人，吼！啊，因为即马要一点半，我搁有第三个迄个阶段，吼！啊，要搞迄个黑人，吼！跟南非有一个影片，那影片放出来，我再甲大家解说。啊，无咱即马先休困，都等下咱刚好开始，吼。多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